现在是7月中旬，这里是一个中等类型、中等规模的苗圃花园。我老喜欢把这个苗圃啊，就 Garden Center 啊，花店叫成花园，因为这里的就是赏花来的。朋友你好，我是时珍，这是个养花园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。现在7月中旬啊，这里的 Daily Lily 萱草都开始打折，很多花都打折了哈，这里30%off。这 Daily Lily 有什么特殊的吗？这大很大众啊。因为我看到这一颗了，你看看，巨大。而且颜色，这什么名字呢？叫 Rainbow Rhythm， 这是著名的 Proven Winners 推出来的19.99这么一盘，它现在30%off。我觉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花简直是多看两眼。提醒一下，这是 Day Lily， 就是说它一朵花只开一天，它还能开多少天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还能开一个星期，而且有没有感觉像大头娃娃一样？你看它叶子很少，不占地方，花儿却是巨大，这就是基因决定的。这个花大小都快赶上那个百合花了，就普通和普通百合花一样的大。啊，即使这个花再好看、再大、再漂亮，即使它有花期很长，也不能花园里只有一种花。我们再看看其他有意思的。这个花也漂亮，但是小很多呀，没那个艳。也来了解一下价格，这是一加仑，刚才那个是两加仑的，14.99，这一加仑。你看这一加仑呢、啊，它长得比那两加仑的还要多。这是五加仑的盆子吧，12.99，这是半价，开出来的花是这个样子，艳的，但是花没那么大。多少钱呢？19.99，这是一加仑的盆子。哦，这个也不错，颜色就是橘红的，是非常的刺眼睛啊。多少钱？14.99，这么一大盆，而且30%off。这雄蕊蘸点粉，揪下来一个蘸点粉在上头，或者不同的花之间给它授粉，它就容易结种子，种子也容易发芽。通常这种种子种出来3年左右就能开花，就是你自己的，你就可以注册去了。你看这盆栽的都有很多缓释肥。好了，这个大花巨大的花，今天萱草咱们就说这么多。欢迎全网搜索时珍家花名，希望有更多视频你喜欢。这是个养花园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